哎呀，2017年，1月21号，2年之后第一次滑雪啊！这是我老婆，耶，我特别开心。我老婆，看这是 Sunset Village， 看一下啊，哇哦，这大雪山，你左边这块有，你看一条缆车，两条缆车，那边三条缆车，这个山有三条缆车山顶。我们现在坐的是最小的这个山坡，叫做 Strawberry。右边这里还有一条缆车是上这边的，那后面还有一个山下还有一座山，这里一共应该是八条缆车，加上干豆了，九个。这是我们要到喽，两年之后的第一次滑，真漂亮啊！我去，你看左边这山，这就是 Park， 看看这块，这个是人工搭的，给那个飞跃的人玩的 Park。咱们可以从左边这下去，直接到那个。嗯，我想先滑右边去。可以啊，我老婆比较厉害，决定先挑战最难的右边的这条绿道。那我们就先挑战绿道啊，看大家。Now it's prepared to unload。好，我们现在安落，准备下缆车啊。我们先，你觉得你下缆车的时候会摔吗？你能把这个视频关了吗？没有，就拍到完事。你一开始不行，你可以先试试支子，支子或者抬抬脚都可以。你把它停了吧，待会儿你还不能有自己的时候要跑好，我们这第一段视频就到这里。